Hello， 今天吃麻辣烫，还有粽子。现在尝一个麻辣烫，油条。小麻花。这是黄山的碱水粽。好好吃啊，豆沙特别多。今天换了一个新被子和稿，每天都要坚持那条。米果。锅巴泡里面特别好吃。这个是小黄米豆沙粽，小泡菜。再来吃一个，这个是肉粽。
哇，地油。